怎么你讲什么聊天呢？啊，敬我，哎，不要喝我的酒，但我真的不能喝，洒下去，祖先会来这边喝，所以这边会有，临场就会怪怪的。因为我们喝酒，那点你有去看去部落吗？严重你会点酒点滴下去是给祖先喝的啊。如果你们不小心打翻酒，他说给祖先喝，怎样子？祖先不会挑剔哦，什么人都爱。好，好了，怎么开玩笑呢？哎，不要随便打翻了，很贵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了，唱歌了，好了，不要再惆怅了。这首歌开心的，这首歌信狗。